坐前面一点。感觉不够。因为我听起来就是钢琴的声音是充满整个空间，但你的声音就是在台上。试试看，有办法吗？嗯，你是不是没办法再声音再更出来啊？盖起来会不会被老师骂？因为我其实每次在松雨厅听钢琴跟大提琴，我都觉得钢琴应该要盖起来。没有例外过。你为什么盖起来？我不知道，我。好像有一点，好像整个都有点痛。
一点。我总觉得你们还会跟老师踩一次，礼拜四，总觉得他会叫，他会要求把钢琴打开，打开了。我觉得他们那一辈好像比较喜欢把钢琴打开的感觉，是吗？试一下开头一点点就好。
就回来看看，就回来看看中间这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样声部听起来清楚很多。刚是糊在一起，但我不确定是因为钢琴打开了，还是因为你坐进来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这样比较好。在那边就比较分开的感觉。是啊。就是两边听起来。左声道跟右声道。对对对对对。手拿板都没打过。嗯。对啊，但你。55。你是到几点？到2:30。你要走什么？走一次的。哦，好。